干煸豆角，豆角先给过个油。豆角也过油，豆角必须过油，干煸的菜一定过油，这样才会干香。豆角只需要快速的炸一炸，外边起泡，用208.65度的温度，多一点少一点都行，这样炸过的豆角干香入味。好嘞，这就好了。可以，这么一盘只需要8块钱。你看豆角炸的这个翠绿翠绿的，加上一点小油脂，来上一点小蒜末，这是干煸的灵魂，来上一点小辣椒，两者快速爆香。老板，这个菜多少钱？8块，素菜8块。哇，这么便宜啊！对，真实惠、啊。豆角放入锅中，直接来上一勺小味精，加上一点小盐巴，来上一点小生抽，锅边一烹，就是这样小感觉。快速翻炒，来上一点小料酒，加上一点小鸡汁儿，来上一点锅边水，完美，是这样的感觉。淋上一点点小锅边醋。整个小菜干香入味，回味无穷。好，出锅，就是这么的快，就是这么的完美。好，出锅。这个菜看着好漂亮。对，红红绿绿，发发紫紫，说的就是这个。8块钱的干煸豆角，完美。